好的，你们在吧。我这边是4G哦，其实网速都还好的啦。刚刚直播中断是因为主播切换了一下聊天窗口，跟后方的工作人员说了一些事情，所以可能就是有一点中断了，现在又恢复正常啦。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哦，因为现在新加坡这边是有一些雨，所以刚刚结束了暴雨，所以刚刚直播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可以下单的，大家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可以来，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的在评论区持续的和大家互动，可以吗？持续的互动，爱他美是真的哦，因为我们考拉都是跟品牌方直接拿货的，原产地直采。虽然显示在已过期，但是用是可以用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怎么用。其实可以用的，大家不用管那个已过期啊。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另外一个后方工作的主播，你可以持续的在评论区给大家回复吗？可以告诉我们的用户，着急的用户，这个优惠券怎么领，以及为什么会出现技术上面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吗？没有，这个优惠券呢是可以用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评论区告诉大家怎么用。还是可以发的，刚刚是因为后方的技术同学在解决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啊，大家一会儿再领一下就可以发了，就可以收到了，那其实就不用着急，因为直播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耐心的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慢慢的领，慢慢的看，慢慢的买，都是有时间的哈，不要着急，千万不要着急。优惠券有两个50的，一个是直接在直播页面的下方领取，点击领取，还有一个是分享直播页到朋友圈就可以领取啦，两个50加在一起就是100啦，没有骗大家。现在都可以啦，现在大家刷新一下，重新领取，全部都可以领取啦，技术性的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了，大家现在有两种方法可以领，一种是直接在直播页面的下方可以点击领取，还有一种是分享直播页到你们的朋友圈就可以领取，一共有两种方式哦，每一种都可以获得到不同的50元哦，真的是货真价实的哦，千万不要错过。
退出，大家退出直播再进来，大家退出直播然后再进来就可以了，大家退出了之后再进来就可以领了哦。大家退出了以后再进来就可以了。对，可以开始买了，大家直接在直播页的下方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或者是挑选自己喜欢的品牌，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哦。对对对，很聪明诗慧，你太聪明了。第一个是20+20+10，是第一个50。第二个50呢，是分享直播页面道理的朋友圈，就可以再返回到直播页，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个人中心里面又有一个50的优惠券啦。啊，现在真哥在帮他的工作人员在拍照。会的会的会的，等他给大家拍完照然后就可以啦。千万不要把我录进。哦，没有，那我们现在是要拍照片，你要一起去拍照进去的。我要去吗？你要直播里面拍。我帮你，我帮你。哦。你要选择相机拍。这不是相机，我帮你直接，你没事。我就不录，靠你手机还是相机？可以的，可以的。我不想入。我不想入。这张相。哦，可以的，可以的，没事没事，我来拿着吧，没关系的。没有他，你们不是要全部进来吗？对啊，应该吧。没事没事，我问你。不要他，太小了，都是。OK。你们全部进来了。对，进来吧。Can you help me? OK。哦。我去，他不去那，你拿着那个，小雨拿。我们一会儿在转场的车上让尊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哦，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在转场的过程中我们会让尊哥在车上面跟大家 say hello。保镖就是闲散的跟在后面的工作人员，因为现在是早上10:30啦，所以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人，所以不需要保镖。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评论区再回复一下大家为什么优惠券不能用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麻烦耐心等待哦。相信这个优惠券呢其实是可以用的，我们在直播前的时候都已经测试过了，但是可能是因为一些技术上面的问题，可能前端会提示大家说不可以用，但是实际上是可以用的，我们工作人员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大家就好了。那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那现在尊哥是进入到商场里面，然后我们一会儿要坐车去一个沙滩，那在那个沙滩里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大家耐心的等待，拭目以待哦。
对，可以买，可以买。那大家可以买刚刚尊哥在商场里面给大家买的那一样的东西，家宝的泡芙超级好吃，我跟你们说。作为虽然它是婴儿的食品，但其实大人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尤其是当做零食吃，真的是吃停不下嘴。而且在考拉买的非常便宜，70多块钱就可以买到好几罐装的 package 的优惠哦。内容现在没问，他就先敲我们档期问时候行不行？哦，嗯，等会儿再去。再来进。先走三二一。准备还是 East Coast？ 是在哪？下一个。在那个什么沿海。对，你打个电话给麦麦给吧。就是跟着他们一起。都是 East Coast。你 East Coast 吧。对。哦 ，East Coast。near the Starbucks， you know。It's called Starbucks. Oh, you follow our car? Oh, okay, ok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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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kay. Is it talking to someone? I'm not. Oh, 可以打个招呼吗？哪里的直播？就是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平台的，网易上面的直播，没有在其他平台有直播来。要说什么？就。这个好像就可以，不是，不然转场我就一直拍空镜，还蛮无聊的。对，对，亮一点好。不然转场的时候一直说空，就一直拍空镜，太无聊了。大家稍微等一下哦，我们这边等稍微出来一点的时候。现在先多少人？66万。对，6万啊。66万。对，就是我们自己平台了，没有在其他的平台直播。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大家稍等一下。你跟谁讲？你说。对，那我是在跟用户说稍等一下。哦、现在可以镜头对上你吗？哦、好吗？好啊。方便吗 ？Hello， 大家好。Hello, 你们、在看直播是不是啊？对，有66.9万人。哦、刚刚开播就有66.9万人了。对。大家早上好，现在才10点半，吃早餐了没啊？他们说男神辛苦啦，再看你，男神最后最近要照顾好自己，瘦好多，说你瘦好多，是没有瘦。最近比较累，因为最近都在拍戏，然后就是没日没夜的赶戏，对，哦、所以今天来到新加坡，然后有稍微放松一下，虽然睡眠有一点不够，可是心情上呢是愉快的。哦，好像看你之前微博说有连续拍了40多天的戏，就是之前在春节前的时候。就是在就是拍戏，然后有 A B 组嘛，然后就一直转来转去，哦、然后拍戏的时间就很长，哦、对，所以也好，对，因为之前一开始的时候进度比较慢，现在就是快了，顺很多了，哦，顺很多。然后有用户说 G K C 跟你说拍戏不要受伤，哦，关心你的，哎、你看我的手都是伤了，哦哦，真的、哦，也是很正常啊，对啊，拍动作戏啊，有时候有一些。场面就是要拿剑啊打啊什么受伤是很正常的。对，然后他们说好心疼，然后说你又年轻了。有吗？他们真会讲话。是啊，说你又年轻了。你爸好甜啊。是的，是的。然后他说看到你手上有疤，好心疼。还好啦，对，男人手上应该要有疤。对对。对。假如手上没有疤，还叫男人吗？哦，然后还有一个用户说前天在常州的活动，注意看到你的手已经全部都是。青筋了，就肉都没有了、哦，就说你瘦了好多、哦。没有，那些都是肌肉。哦，对，好像比我上次11月份见到你的时候身材又好了很多，是最近有练在练训练吗？没有，一路以来都是这样的。一路都是这样子、啊。我没有脱衣服。哦，对，之前穿。好像是我比较低调一点。是，然后他们说看到你真的好开心。哇，你看那个新加坡的那个什么？哦，那是什么？
摩天轮。哦，摩天轮，对，拍不到了，因为已经过去了。哎，是这样，好，那我们就这样，待会再跟你们聊。对，待会再聊喽。嗯，大家让尊哥好好休息，那我就直接对着窗外了。大家再稍微耐心，那我开窗户，让他们看看新加坡的景色。对对对，大家看一下这边我们窗外的景色哦。大家耐心的等待个十分钟，因为我们现在是在转场的路上面，转场的路上，所以让尊哥好好休息哦。然后大家看一下这边的一路的美景就好啦。是的，是的，他非常的贴心，而且非常非常的敬业，超级 nice， 长得又帅。转场大概五分钟吧，五分钟到十分钟这样子，大家在转场的过程中可以看一下新加坡周边的美景，因为新加坡它其实是一个花园城市，周围的绿化非常非常的好，全部都是被树木笼罩，而且它的设计建筑非常非常的有现代感，每一幢建筑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它这个城市整体会有一种简约的美，它非常有设计感。你们会很少有看到它的商场外面有贴像明星的海报啊，或者是贴那种超级多的海报啊，一个都没有。你看它所有的建筑去 say hello 的，刚刚尊哥已经非常亲切的有跟大家互动了，还跟大家说他最近拍戏有受伤，然后我还连续拍了非常非常多的非常多时间的戏，真的还是蛮辛苦的。对，所以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谅解和体谅，那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五分钟，然后看一下，在边看新加坡美景的同时，那么可以在那个商品列表里面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进行购买，也可以边领一下这个红包。那领红包的话呢，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直接在直播页的下面可以直接领取，还有一种是分享直播页到朋友圈，再返回到个人中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优惠相关红包啦。并不是，这个是我们重点推荐的商品，这个是刚刚尊哥在商场里面为大家买的商品，所以我们会放在这个下面。那其实你们可以在其他的，就是在考拉里面会有其他的都可以的。
加坡，你也不一定要去文莱，你也不一定要去美国。那你其实在家里呢，只要打开考拉，上考拉就可以。就可以去买到全球的好货，那其实这是考拉植物的工作人员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愿望。那为什么会请钟哥到新加坡来为大家买东西，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新加坡是一个非常有现代的，那它在生活成本、生活指数，就是生活压力，它是排名第二，仅次于香港的。哦，它是排名第一的，说错了，香港是排第二。那在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忙碌以及非常压力大的城市里面呢，那还是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他们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忙，平时上班也很忙，所以他们但是也同时要照顾小宝宝，所以他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母婴的用品，那其实就是为了方便他们更好的去照顾小宝宝。那可能镜头前面的这一，就是大家可能不一定现在有宝宝啦，可能是未来的几年以后，那可能大家都会经历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可以跟着钟哥看一下他平时的这样的一个育儿经，他是怎么去好好的照顾蕾蕾他妹。对对对，现任的工作生产稳定的这个宝宝，这一切就都开始运行，所以今天要好好的看一看呢，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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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的。一会儿我们转场就结束了，就会到海滩。那我们会去到 East Coast Park， 这边会有一条非常长的海岸线，然后这边很好看。我们一会儿就会在海滩这边下去，然后去给大家看更精彩的环节哦。哈哈，相信其实人生呢有很多就会突如其来的，有很多精彩的。你很快你就会找到男朋友了。大家先看今天的直播，然后在看直播的过程中呢，也可以边看边买，在我们的直播页的下方去选择这一些考拉为大家精心推荐的商品，也是钟哥刚刚给大家买的这一些商品。那然后再点击领取优惠券或者分享直播页面到朋友圈，再返回自己的个人中心就可以看到优惠券了，然后用着这一些红包，然后一起跟着钟哥愉快的买买买吧。那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两分钟，一会儿就要到了。可以的，我一会儿跟他说，让他祝福你早日考到驾照。那其实考到驾照还在考试。大家，他说要让钟哥祝福他早一点考到驾照。加油啊！哦，听到没有？钟哥刚刚说加油。你可以的。听到了吗？他说你可以的，听到了没？听到了吧？是不是非常信守承诺的小编，以及非常非常给力的男神？好的，好的，男神说 OK。哎，男神已经收到你们的祝福了，小编刚刚把这些祝福的东西全部都跟男神说了。现在男神要下车喽！现在男神要下车了，我们一会儿就要去美丽的海岸线海滩。对的，我也很喜欢奶奶，奶奶很可爱。你看钟哥现在在车里，你们看到了吗？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开始拍摄，让钟哥先在车里歇那么两分钟，好不好？大家先在车里歇两分钟，然后大家跟着我一起来这边看一下这个附近的美景吧。那一定要相信主播，那刚刚主播已经让钟哥给大家送祝福了，对不对？也让钟哥跟大家 say 了很长时间的 hello， 跟钟哥跟大家打了很多招呼，而且还祝我们的用户早点考到驾照，是不是？小编非常的信守承诺，那所以大家再耐心的等待个两分钟，那等我们把这边的一切景都布置好了以后，钟哥就会出来啊。
尊哥稍微等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在直播的过程中已经就是我大概算了一下有40分钟的时间都是在对着尊哥的，所以你们要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10分钟没有尊哥的这个时间啊。那一会儿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让你们看到尊哥，原本计划是11点直播结束，那小编今天就往后延迟，我会继续往后延迟到我们拍摄结束，也就是说差不多到12点钟或者是11点半到12点钟的时候我才会结束这个直播，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呢？那其实原本只是说好1个小时的直播的，但是现在小编要往后延长，因为一会儿这边的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大家先看一下这边的景，它是新加坡这边 East Coast Park， 它是一个非常美的一条海岸线公园，然后人也不是很多，然后景也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一会儿尊哥就会在这里跟我们的一个新手奶爸发生一些神奇奇妙的化学反应，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4岁的小男生小宝宝，非常的可爱，你们可以尽情的期待，因为那个小宝宝真的超级可爱。尊哥还会跟这个新手奶爸去讲尊哥自己的育儿经，大家可以尽情期待。我再次跟大家讲一下，那我小编答应大家差不多到11点05分最多11点10分的时候尊哥就会出来去给大家去讲自己的育儿经，然后再跟大家 say hello。 对，是新加坡当地的一个男生，然后他有一个小宝宝4岁，非常非常的可爱，胖胖的肥肥的超可爱的。大家只要再耐心的等待个10分钟的时间呢，那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看到。我没有紧张 ，Fever， 我没有紧张，只是我在路上走着，我这个有点喘。小编体力不好，小编年纪大了，小编应该去考拉上去买一个什么健身，就是健身的器材，或者去考拉上买个保健品，来提高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素质。我们不给尊哥优惠券，我们直接给尊哥考拉上面卖的好货，就像我们刚刚给尊哥送了一双 Melissa 的童鞋啊。尊哥刚刚说 Melissa 你们都知道吧，是巴西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鞋类品牌，那他就是他们家就是做那种果冻鞋的塑胶鞋，做的非常非常的有名啊。然后刚刚尊哥在 Melissa 给那个蕾蕾买鞋子，他刚刚说啊，蕾蕾自己就有2双 Melissa 的童鞋，那这个 Melissa 的同学呢，他们家就是做那种塑胶鞋，非常非常的有名，他们家的鞋都是非常非常的香，你们可以去考拉上面搜一下 Melissa MELLISA， 就可以看到这个鞋超多款式的，可以买了送给自己的女朋友，可以买了自己的送给自己的女朋友，或者是买给自己的孩子女生。小孩子要踩在这个鞋子上面啊，它很软，然后很香，对小孩子脚的保护非常非常的好，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也千万不要就是错过这样好的品牌。好，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大家 ，Melissa 怎么拼？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哪里啊？后方工作人员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大家怎么拼 Melissa。对，蕾蕾在文莱上课，那我刚刚跟尊哥聊了一下，你们知道蕾蕾要上多少课吗？蕾蕾要上中文课，蕾蕾还要上芭蕾舞蹈课，然后蕾蕾还要上武术课，真的超多课，我估计她还要上中文课，不是中文课，我刚刚说过了，估计还要上钢琴课，就是超多超多的课的。尊哥其实对小孩子这一块的育儿经啊，他是非常非常多，这也是为什么考拉要对武术课，我也是难以置信的，武术课真的是难以置信，不知道为什么要上武术课，可能是尊哥不想他累了以后长大了被别人欺负吧，所以要让他上武术课，真的是多才多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美景。那尊哥一会儿就出来了，再过个几分钟啊，我们把东西都摆好以后他就出来了，耐心等待一下。对，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考拉要请尊哥过来拍100元买全球好货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样的一个节目，就是因为考拉希望说通过不仅是你是明星啊，还是普通的人也好，那可能是说是尊哥这样子的明星，他有一定的号召力，那他在就是育儿这一方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我们是希望通过尊哥然后来告诉大家，考拉是非常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说在育儿的过程中你用什么商品，用什么样好的产品可以让自己更好的去
帮助自己孩子进行成长，也如何更好的去平衡你自己工作还有家庭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对，你们都可以买商品。我一个一个回答哦，唠唠就是看不到试用商品怎么用，这个我们的工作人员麻烦在评论区回复一下，告诉我们的用户怎么看试用商品好吗？因为我现在这样子语言描述的话可能说不清楚。然后第二个，蓉蓉，春哥买的东西你们都可以买到，那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我们直接在直播页的下方，它有商品列表、商品页面，那里面全部都是春哥刚刚在商场里面买的东西。然后第二个就是收品牌，那品牌的话我一会儿主播口播给大家，或者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评论区把刚刚中哥买的品牌再以文字的形式在评论区回复给大家，那大家只要把这个品牌名复制到考拉的搜索框里面就可以搜索到啦。然后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说等我们这个视频播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视频里面中哥用了什么，不过这个你们要要等一段时间哦。这位同学，那他其实刚刚买了什么呢？一会儿主播会拍给大家看，因为他刚刚买的东西啊，全部都带过来了。我们一会儿会去拍他在这个海岸线上面，跟一个萌萌的四岁的新加坡小宝宝进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视频。那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视频就可以看到他刚刚在商场里面买了什么，敬请期待，千万不要错过，再耐心的等待个几分钟。因为现在尊哥在休息，然后新加坡这边有一点雨嘛，刚下过雨了，我们要把现场稍微收拾收拾，大家再耐心的等待几分钟哦。大家稍微耐心再等待几分钟，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后方的工作人员除了告诉大家优惠券怎么用以外，也要告诉大家刚刚中哥买了什么好吗？千万不要一直复制粘贴告诉大家优惠券怎么用啊，你可以告诉大家可以跟着中哥一起去买什么好东西。其实我之前有在文莱的时候见过一次蕾蕾，真的是出落的非常的美，非常的好看，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尊哥在育儿这一块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经验，那小编现在就给大家带着大家去看一下刚刚尊哥给大家买了什么吧，稍微等一下哦。稍微等一下，再过几分钟的时间，哇，你们有听到这个声音吗？雷声。那优惠券适用的商品呢，在优惠券的那个详细页上面啊就可以看到的，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这些优惠券可以适用的一些商品啊，其实基本上大多数都是可以用的，非常多的品牌都可以用。不一定要在这个频道里面买的，只是说这个券可以买这些频道类的商品，也可以买其他的商品，都可以的。大家稍微等一下哦，主播一会儿。大家稍微再等一下哦，主播一会儿就到，刚刚就到这个地方了。然后中哥呢，刚刚已经在我们前一个小时的直播里面已经跟大家 say hello， 然后也专门的跟大家去互动打过招呼了。那我们现在只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啊，小编不想露脸，小编不想出名，小编就在后方默默的给大家直播就好了，你们觉得嘞？冰雨那个，因为现在已经主播给大家说什么？主播给大家说什么？唠唠，你要问什么？我不太清楚你要问什么。这个在哪里？Clear 89 93。你稍微耐心等一下，我们后方的工作人员回复你一下这个问题哈。大家可以在这边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哦，在这里来了。来了 ，sorry， 我都没注意到。
刚不像摸这个毯子嘛，这个毯子真的超级柔软的。对啊，因为小孩子皮肤很嫩嘛，嗯，所以用这个毯子就可以包裹在身上，会很舒服。对，它就是水果香味，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它脚感特别好，很软。他们家就是专门做塑胶鞋嘛，质感特别好。嗯，然后那个小孩好可爱，跟他去打个招呼，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四岁的小宝宝，超级萌，超级可爱。Hello。你们讲 Hello。Hello， 好可爱，好萌。他会说中文吗？会啊。会是吗？嗯，他其实什么话都不是特别会说的，他只是会讲一些。你们讲 Hello， 弟兄，say hi。Hello。你们讲 Hello， 那姐姐，有吗？小一些。有一个好不好？你接哈喽。哈喽。哈喽。Can you give me a kiss? How you kiss? Can you give me a kiss? Please kiss 姐姐一下好不好？嗯啊。Kiss 姐姐一下。Maggie 姐姐。好可爱。他打嗝了。对，他打嗝还拿个手套。哎，他话，他现在会说很多话吗？不会很多哎，一些。对，嗯，慢慢就会。好可爱。太可爱了。嗯，我说，那，Hello。你们讲 Hi。Hello。害羞。对，这个鞋是几百块一双，没错啦。但其实也还好啦，你这个意思，这个几个针啊，你的意思几百块一双鞋是说贵还是说便宜呢？A Eugenian， 我不是四川人，我是江苏人。对，鞋子很软，很漂亮，闹闹，那个鞋子真的非常非常好看，非常的美，很可爱，尤其是小孩子穿的很可爱，大家看一下他们。对，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感觉要下雨了，雷声轰轰的。好可爱。感觉他很喜欢，因为他好会哄他。对啊，超会哄的。他开心了是不是？你看这个有没有？哈哈。技术是不是？还可以开心，可以开心。好，好。哎，走，走吧，走吧，小心玩啦。哦，你太搞笑了，郭郭决定勇敢。要是那个小男孩，哦，我也希望，其实说实话，对，超会哄的，而且他抱的，他都，你看就他的，对啊，他就很专业，所以他就，我感觉他都已经融化了的那种感觉，就很喜欢这样。哦，麻烦帮忙看一下，谢谢，那就让他这放在这边好了。大家有看到宝宝这边背的这个包有没有？是不是很可爱？它叫防走失背包，特别可爱。就你牵着它，对，这个蜂蜜包，
蜜蜂包，我说错了，不是蜂蜜包，蜜蜂包真的好可爱的，我跟你们说，这蜜蜂包呢，它是这个蜜蜂包，它其实是防走失，在考拉上面是 top sale 的，它销量非常好，大家可以买一个同款，真的很可爱，你看了没？像只小狗狗一样的，超可爱，超可爱。真遛孩子，我也想买一个让他牵着我，太可爱了好吗？那个绳子呢，就是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它防走失，因为这边就是尤其是人很多啊，或者是其实有的时候家长你不能总是牵着孩子，你要让孩子自己走嘛，所以你要用，但是你又怕他跌倒啊，又怕他走丢啊，怎么办呢？那就用这个牵着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麻烦在评论区里面告诉一下大家这个优惠券怎么用哈。对，他们都说这个，他们说想要买一个让男神牵着他们走，他们说想要自己背一个，然后让尊哥牵着他们走，超可爱。对呀、啊，因为这个背包真的很可爱。对对，这个牌子也很好，这牌子很出名。对他，你别走后来，你这意思就是来听我玩笑，你不要后先，你先给他走了。那你们现在是要看春哥还是要看小宝宝？二选一哦。那虽然五分钟之后他们就会，十分钟之后他们就会汇合，但是你们要现在选一个，现在想要看春哥还是要看小宝宝？哈哈，残忍的做出了选择。哈哈，现在他们两个同框了，你们可以一起看了，一起看。尊哥六宝宝说的太好玩了 ，Echo 蕊蕊，笑死我了！你这个尊哥六宝宝简直可以作为我们这次直播的标题，后半部分的标题叫尊哥六宝宝。尊哥在旁边等着拍摄，尊哥在旁边等着遛宝宝，稍微大家等一下，看一下这边的海，超可爱。表哥在这里。哎，你们知道表哥哦？哎，你们竟然知道表哥？哎，你们怎么知道表哥？看来真的是真爱粉啊！你们竟然知道表哥？哦，你们超厉害的！今天表哥跟我握手，他握手握得好大力，把我手握得好痛。真爱粉，真爱粉，真的是真爱粉。表哥这次是从文莱。表哥这次是从文莱飞过来的，直接从文莱飞过来。刚刚表哥跺了一下脚，大家说要看你，大家说表哥要看表哥，表哥人很好，跟大家 say 一下 hello 吧，大家要看你。Hello hello， 小编不露脸，小编让你们看表哥和尊哥就可以了，小编就不露脸了，超搞笑。这表哥是很可爱，表哥刚跟大家说 hello， 你们有看到了吗？果然都是真爱粉，连表哥都知道哦。那可以看一下这个小宝宝，哎，太可爱了！你看拎着这个蜜蜂包，我老说成蜂蜜包，这个蜜蜂包就很可爱，可以就是让小宝宝。你就是让他背着这个包，然后你牵着他，他就可以肆意的行走啊，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可以买一个，只要在那个考拉的那个搜索框里面去搜婴儿防走失背包，就可以搜到 skip hop skiphop 就可以搜到了。小编你猜是不是，小编是不是单身呢？怎样，你是想要我的电话号码吗？你在考拉里面买多买一点，我就告诉你我电话号码。还没有开始溜，一会儿就开始溜了，一会儿就开始溜了。你们现在是不是都想看钟哥溜小孩？太搞笑了你们。那你们不要光顾着在这边说，你们也买一买嘛。我跟你们说，考拉上面卖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好。在小编再跟大家说一下，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在这个空闲的时候呢，那这次小编请那个不是小编是考拉，考拉请钟哥来这个新加坡给大家买东西。其实参加这个100元买全球好货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就是希望说可以让大家通过明星啊，通过像比如说钟哥这样有育儿经验非常丰富的这样的艺人，来看一看说在你们其实平时可能不知道，甚至你们有比如说有的人他不知道这个防走失背包，那其实就是想要通过这样的节目，通过这样的一个我们这样的一个拍摄，让大家知道考拉上面有考拉上面有很多很多非常好的东西，来自全球的好货。那其实大家都可以买到，你不用出国，你不用去很多地方，不用坐飞机去国外，你都可以买到。那其实早两年的代购是非常困难的，你想要买一个美国的品牌，或者是想要买一个其他国家很有名的商品，你都非常非常的困难。需要走比如说什么走什么直邮啊，要很多天。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们在考拉上面买下单，3天2天之后就可以收到。如果你是在江浙沪地区的话，你第二天就可以收到，非常非常的快。玉里啊，收到了，小编帮用户反馈你这个建帮你们反馈这个建议给我们的产品。我们的产品同学其实也现在正在看这个直播，他们也看到了，说在商品详情页里面加 OK，sorry， 我现在不讲话了，他们已经开始拍了。拍出来的片子大概你们耐心的等一个月就可以了。奶奶喝的奶粉呢，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钟哥自己有代言一个奶粉，你们知道吧？启赋，惠氏的，你们在考拉上面搜就可以搜到。那还有一些其他很有名的奶粉的品牌，像牛兰啊，然后很多很多的品牌，你们在考拉上面都可以搜到。Top Sale 的那一些都是卖的非常好的。刚才推荐的那一款鞋子是 Melissa 同学。Melissa 是巴西一个非常有名的鞋业品牌，它是专门生产那个塑胶的拖鞋或者是塑胶的鞋子，用料非常非常的安全哈。然后大家可以搜，有女款的鞋，也有宝宝用的鞋。对对对，小编知道，因为小编毕竟是很喜欢钟哥的嘛。而且启赋在考拉上面卖的也很不错的，惠氏的牛奶，然后大家在考拉上面搜就可以搜到。咦，对对对对，三湖有100元的券，然后券的话有两种方式可以领，一种是直接在直播页下方点击领取，还有一种是分享直播页到你的朋友圈就可以看到，两个50元的券加起来就是100元啦。Sorry， 稍微等一下，小编转个场，小编到钟哥的后面，这样拍摄就不会拍到小编，大家稍微等一下。
羊奶粉的品牌，我们的运营同学有在看我们这个直播吗？我们母婴运营的同学，能推荐一下我们的那个羊奶粉的品牌吗？那他们是专业的，让他们推荐，小编就在这边帮你们直播中歌就好了。现场拿的50元的券，那还有一个，你们直接分享这个直播页面到你们的朋友圈啦，然后再返回到个人中心就可以看到。拍一些好看的，那个吃的还是对，可以给宝宝吃点东西，聊聊天，但我们不录屏，好好，好，我们录屏。OK， 看我这边有什么，表演给你看，那边看我表演。
可以用手。三点安。安。哪？哦，你要用手啊。来，用手。给我。嗯，哇，好乖哦。拿一个吃给你的。还要拿来玩，给爸爸。给我一个好不好？给我一个好。啊！哎呀，好乖，好乖。嗯。要拿回去吗？是很好，好好吃的。你们常常都会来海边吗？对啊，因为还是比较喜欢游泳、玩水嘛。所以我要从小就开始教他们。对对对。嗯，那我说，我会怎么说？可以那个稍微。梅子有那个面。对，因为超级好吃的，你们如果想要买的话，直接在直播页的下方去买就好了，超级方便，70多块钱好多罐呢，真的很便宜。卡什么呀？现在是4G 耶，果果，你换一下你的 WiFi 网络就不卡了。孙哥当然觉得好吃啊，因为很好吃，真的很好吃，它有不同的水果味跟谷物混合的，就之前前一段时间不是就是有啊没。家宝，家宝，你们在考拉上面搜一下家宝，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评论区里面给大家回复一下。家宝泡芙。那这样子好，那我们再过5分钟的话，这边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因为差不多一会儿我们这边拍摄也快要结束了，再过个10分钟这样子哈。我们就互动就可以了。大家赶紧赶紧跟着钟哥一起再买买买吧。对对对对对，很聪明呢，就是这个。男神已经给大家打过招呼了，刚刚在车上的时候，现在男神要拍摄嘛，大家就看着男神就好了。对，我是在说你没错。Hey Eugenie， 主播说了一个半小时的话，现在主播嘴有一点干。一会儿要下雨了，所以我们差不多一会儿这边直播也要快结束了，大家可以耐心的再看一看哦。大家可以在看的时候。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大家在看的时候不要忘记边看边买。最后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其实说今天钟哥在这边吃的用的，然后包括他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家宝呢，那你们在考拉都可以买到的啦。在直播页的下方就有家宝的商品推荐，然后是钟哥他的同款，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一个是分享直播页到你的朋友圈微信，然后也可以看到那说错了，就是你在搜索框里面去搜索家宝呢，也可以去看到这个同款，还有包括那个小蜜蜂的包包。下期请谁呀？下期你们想要请谁呀？对，你们想要看小编吗？小编觉得，小编觉得你们还是看尊哥会比较好一点。小编超美的，你们看不到哟。对，我没有说是小蜂蜜啊。表哥又上镜了。嗯，礼品的话，那我们那礼品的话，我们在后期这个100元买全球好货的这个项目推出来的时候，这个活动推出来的时候，到时候会有好多好多的礼品送大家，包括尊哥在这边买的用的。这些东西到时候都会送给大家，大家都可以都可以获得。那大家关注我们网易考拉海购，然后持续的关注，可以关注考拉海购的微博或者是微信，那活动相关的信息呢会随时会被同步出来的。
好的，谢谢136。你这个名字你可以改一下你的昵称呢，我读出来感觉很奇怪，13665，而且大家都知道你的电话号码了。吴尊呐、啊，吴尊当然以后还会过来啊，因为其实尊哥是，因为尊哥其实他是非常非常 nice， 而且他是非常不错的，很敬业的一位男艺人、男演员，然后男歌手，那我们也是很希望可以长期的跟他合作，这样。那差不多到现在直播就可以结束了，直播结束优惠券也可以用啊，优惠券一直到4月份都可以用，优惠券可以延续好几天的，大家可以在优惠券信息里面可以看到优惠券的使用时间啊，过了几天都可以用的。好的好的 L， 小编可以会跟他说的，注意身体多休息。刚刚在车上钟哥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小编已经跟他说了，说你们都希望他注意身体注意健康，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齁。优惠券，哎，是这样子，哦，其实小编很想很想要结束，但是现在呢还没有到100万，现在才98.9万。小编觉得要不然你们再分享分享这个页面到朋友圈，号召多一些人过来看，到100万的时候小编再结束，你们觉得怎么样？哎，不过我觉得怎么样才能到100万呢？你们赶紧号召你们的好友快过来看吧。谢谢守护，谢谢郭郭，非法啊，这个奖品啊，我跟你说，只要你关注网易考拉海购的微博，那我们后期在这个活动推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发礼物啦。那小编这边还有私藏的钟哥的签名照哦，也会送给大家的。哎。啊，真的特色。快要到100万了，还有0.8万，0.8万，哎，快一点分享吧，给小编一些这个鼓励啊！小编在那边直播了一个半小时了，还没有到零点，还差0.8万才到100万。哎呀，大家的热情在哪里？哈哈，谢谢雨君啊，谢谢你啊，哎，99.7万了。我们差不多再拍一个最后的 ending 的部分，那我们就结束了。小宝宝给大家 say goodbye 吧，我们 say bye bye say bye bye say bye bye， 看镜头 here 哦，他就短短的一下十分钟就爱上了钟哥，简直，哎。整个魅力大，啊！复播的话，考拉上面也有复播的。然后后期呢，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在拍一个完整的视频啊。那这个视频呢，后期大家也可以都可以在。考拉上面看到100万了哈，那我要结束了，太好了，结束了。在这个结束的这个结束前，我要再跟大家最后再说一下，大家分享这个页面到朋友圈就可以领券，也可以在这个页面下面直接领券，都可以，然后都可以。对对对，直播结束之后会变成复播，因为这边快要下雨了，所以小编就要把这个结束哈。这边我们差不多拍摄也要结束了，结束前瞄一眼小编，好，那我们就瞄一眼小编吧。要瞄一眼小编吗？啊，尊不就在这边吗？泥娃娃，我们一直都在这里拍尊哥啊。那好，我们最后 ending 一下。Hello， 然后你们看，在这里，尊哥在这里，拜拜，那结束啦，哎，镜头在哪里？在这里，
关注网易考拉海购，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一次100元买全球好货，然后尊哥的拍摄视频哦。那在这里就跟大家say goodbye 了，拜拜拜拜，非常感谢今天大家的关注，已经100万人在看了，非常感谢大家，拜拜。